你过来，过来，这水不应该得罪了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啊，你一个手呢？你这边用你妈去记的时阵接近你，那是目的。我真正无其他的企图。免讲遐尔好听，你若想讲要利用巴拉，我对面外头哥跟你做伙，你这么听离开啊？你先走啦，是不是都会受伤啊？哈？是这条破人的主人，刚刚伊就是丢我迄个天书医生。三米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好声。你是管家公司派来个阿姨变来的，还是爱心志工啊？爱心志工，哪会当安尼讲啊？所以我真正足希望有人会当不怕底下面辛苦边，才袂会感觉遐尔孤单。哎、欸，啊！要管的管你得罪，不应该得罪啦。行啊！你卖冲动哦！等一下。那个是迄个占卜王啊！啊，所以应想还阁回伊个时间啊，我拢给替你安排好啊。这个展览不是 David 进前个车啊，安那在遮，伊是会有啥物目的？伊想要报复。我过去对伊还无情，伊即马三机会一定想要报复嘛。你会来遮哦，是因为我要给坤茂一个交代啦。啊，你啥物都唔免做啦，你做愈济哦，我愈袂自在啦。老实讲，你留喺巴拉城，伊到底有啥目的？我真正真心想要帮助阿姨，无其他的企图。请外人是阿姨，除非伊清脆叫我走，阿达无，我安怎拢袂离开。这个展览构成那个较早差者，这些真正歹处理啊。啊，三弟，你弟弟后边。你先走啦。娘，我刚刚我摸到穿骨，哇，这内底有够黑的啊。哎呀。你先看下，伊是医生，阁是这条盘人的主人。刚讲伊就是当初伫咧干嘛来得救我迄个天书医生。